友好的话，对对对，那你的角色分饰这么多，那可以讲说全方位啊，全方位，我都保持这个声音声响，关系起来，搁我都讲的话啊。所以说你的分配工作是差不多焦焦吗？焦焦吗？就是我应该没有，就是现在你现在有一个外号啊，非常霸气的混音 DJ 摇摆。摇滚女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唔免我讲的，大家拢通人知的嘛。谢谢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佮有你讲唱歌的方面些嘛，三不五时啊，八关降低降低，四都是尾关啊。所以你若这个月三个角色，安尼你分摊来讲的话，差不多吗？差，你是说运用？不是，我意思是讲唱歌、钢管。加 DJ， 那一三月你安尼是不是拢差不多？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哈，安尼，哇，那安尼就真正是在大尊，你敢满载而归啊？我都过会记，甲我讲吼，伊上快乐，伊甲个自拍相有无吼？伊上幸福的时阵，就是下班有无？下班吼，像我拢要紧卸妆洗身躯，伊拢无工，伊拢下班了后转去吼，客厅吼。包包甲倒出来喎，哇！开始安尼算喎，即马两个算了，佮讲，哎呦，你偌济啊，我偌济，两个徛着乌托邦安全无着，我讲伫半暝就要去倒笑，伊讲明年我要又脚行。哈哈哈！安尼啊，安尼有做糟蹋人了无？我甲伊讲啦，即个月我嘛做红声甲你讲，我嘛是佮徛去行，徛去行，都不够你赢个哦。这就是哦，我跟你讲，叫等我，哎，去哪啊？去哪啊？没有啦，你听我叫死你，你知道？我即摆哦，我拄只伫开来的路上啦，我就一直想讲，我一定爱像人安尼热爱赚钱，热爱工作，对对对，爱热爱工作，我也爱在当中找到这个乐趣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给我有完来十招安尼嘛，我就想来想去，就是五个囡仔尔，系啊，我五个囡仔，我若甲放一个伫厝嘛袂动啊，系啊，我以前较无责任心啦，哎，拢留有有目共睹，留啊放啊，什么有目共睹啊，无责任心吗？是真的吗？我有淡薄仔放弃，但是我即马爱无共款啦，我要重返职场嘛。啊，对。人足侪吼，咧应征嘛是拢讲吼二度就业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这二度就业无心无骨，中国应该是啊，会令我拍袂起会动啦。啊，你好、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对，就跟你说，你们还是管他没那一看嘛。冇关系，我一定是比你较管的啦。没有，没看嘛。但是，你若讲即马这在粉丝心目中吼，那个层次又不一样哦。你们已经其实我都还没去探讨过这个东西呢，真的。你不是啊，在探讨，你是要来探讨，你是按录音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意见甲对，不是咱讲，不是。我老公还没跟他们一起探讨这个东西。叫你讲会动哦，嘿，会动。就是你的票选呐，在那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家己心目中安尼啦，因为南北二路辣妹你看开遐尔啊，无论是唱歌还是使用更广，你们吼看来看去，问你们最准，你感觉呐中部跟南部安尼比较的话，你看看你较喜欢看。哈哈哈！啊，等下，万不我甜甜啊，来，我搁甲你问咧，甜甜懂我吗？嘛是讲，你嘛是讲，我认为是君君啦。君君到底有什么特色？有什么优点？树立才奇美。你讲三个，伊的特色错，我听看卖啊咧啦。哈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就拢正去三好加一好，拢甲你学落啊，呾。哦，安尼算阮有应应啦吼，我都重金礼聘特别甲指名，无来伊嘛唔敢，嘛唔敢。他无来对。你讲唔讲会猫你？我第一次感觉伊会晓说话。好啦，好，安尼即马讲哦，君过来甲卖歌曲哦。好，给小白青春的宝贝，谢谢。来，这首歌《青春的宝贝》哦。
爱情是不对的。心思来把的月，天昏海浓色，来来有你的来来归西北，不如把人的一个归黑。心思来把的月，天昏海浓色，一来心思一个玫瑰花，我就是动心的。我一个月变成歌呢，只是成歌呢。当你的舞会，啊，当你是舞会的音乐来歌会。天上的舞步，消失的舞蹈，白首我不知道。黑白的社会，爱情慢慢碎，你是谁的？几个毛毛？你先来呀！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好，我往后看。青春的马蹄诺，看这个青春动物嘛，你看你俩嘛，该怕死。啊，那就来来来，归西北，免不了把那个一个归天。青春的马蹄诺，你管海公司，你那心酸几个归归归，我就是动心的。